大家好，这是大叔说花。这店里花快完了哈，咱们从那个昆明云南又发了一些货，咱们看今天的可能稍微多一点。向日葵比较多啊，这个是那种他们一个新的品种柠檬黄，那种小小的黄色向日葵买的比较多啊，准备周一给他们做那个钱袋花用啊，所以就买的稍微生了一点啊，这都比较生的。你别看这个小啊，但是开了以后应该很好用的这种向日葵啊。这就是向日葵啊，有那个正常颜色的，还有那个柠檬黄的啊，这个就属于正常颜色啊，这个属于柠檬黄的，比较深都没开啊。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弗兰啊，这个叫莫雷利亚，这个叫紫霞，紫色的啊，紫霞。这个叫开心，有点类似于香槟色啊。这个叫清雅，咱们有点脱水，咱们先不打开套，先给它直接装上，明天早上咱们再看啊。咱们先不打开，先那个剪一下根，把那个水先上上。那这个纸包着的好处是它就不会弯头，如果要是软的话，你不拆，把这个纸拆掉就弯头，所以等明天等吸完水以后再打开就不容易弯头了。好了，这就是那个弗兰。我从斗南买了几只绣球，这个绣球平阳一说比北京买便宜点，但是你看这个质量和那个北京的那个比就差距比较大。我真断了，断枝了，断的也要剪掉，把形状出来。这是一个复古色的，我是打算拿这个跟那个雅致的康乃馨做花束，大家看。这就是在云南买了几只绣球，价格是便宜点，大概跟北京本地买的上次买的那种蓝跟粉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啊，质量差距蛮大的。这个是复古色的，这个就是海蓝的，这个粉的是从北京本地买的。大家看一下这叶子啊，评论里曾经有人说哈，说这个
洋甘菊发芽的时候，叶子有烂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可以脱水，看可以用软软的。这个一般是可能运输时间比较长，它会脱水，但是不能烂啊，它只要一烂，这花肯定是它发的时候就不好。所以大家注意哈，如果你要感觉，你看它这种可能会脱水，可能软软的，但是不应该有烂的。你看黑色烂的叶子是没有的，如果有烂的叶子，大家可以拍个照，直接跟他们投诉哈，让他们退款。是重瓣的洋甘菊啊，看花头有点大了，有点脱水，这种情况脱水就不是很严重啊。这就是洋甘菊啊，这是重瓣的品种啊，这个是单瓣洋甘菊。这还有几点松茸草啊，但是我感觉比较软，所以我不敢打开这个袋子，套着袋子先放一晚上，明天早上等它硬挺了咱们再打开袋子啊。熟悉还可以，咱妈熟悉早上打开啊。这熟悉早还可以，咱们把熟悉早先打开啊，那个松虫草就明天再说了。这就是那个鼠尾草跟松虫草，因为松虫草比较软，所以我就没打开那个套。这鼠尾草可以，这个是火龙柱啊。那就是黄柱啊，这次的黄柱可能没有上次的好，感觉叶子比较多，花儿比较少。天一冷，这红的季节就过去了。这也是一种花材啊，咱们平时用的比较少，这个叫山里红。我是想用这个跟那个怀旧的绣球和那个雅致的康乃馨配着花儿给大家看看啊。这种木本植物最好是切那个十字口。这个叫山里红啊，这还有一张百合哈，就是以前买过两次那种红宝石，是一种亚洲百合，红宝石啊。这就是红宝石啊，亚洲百合，比较生啊，还没开。
这个就是咱们上次用过一次那个叫雅致的康乃馨啊，怀旧色，我买的是开花，所以比较开，刚来的，没吸上水，咱们吸一天水，明天早上再看看啊。是雅致啊，康乃馨雅致，一种复古色的。因为买的是开花，所以压的比较厉害，有点脱水。明天早上应该吸上水就好了啊。这龙胆比前两天稍微便宜一点，我就蠢蠢欲动啊，买的有点多啊。这是蓝色的、白色的、波浪粉色。这是深紫的波浪，波浪白色，这是白粉边，这是波浪绿色。咱们先不打开这个包装啊，直接放水里插一晚上再说。龙胆就弄完了，没拆包装，先上水吧，明天再说。这个玫瑰叫绿巨人啊，上次买完直接拿走了，所以今天我买了两站，刚到的货，稍微有点脱水，上一天水，明天就好了。这是绿巨人啊，现在看着还有点不精神啊，等上一天水，明天早上应该就好了。还买了两张玫瑰，这个玫瑰叫碧海，紫色的，质量还真的不错。这就是碧海啊，一种紫色的玫瑰啊，上一天水，明天早上应该效果会更好啊。还有两只多头玫瑰啊，这个浅粉色的叫做温柔水晶，这个白色的叫白色泡泡。因为要是脱水，所以得上一天水，明天早上应该就好了啊。好了，这就是多头玫瑰哈，两张，一张叫白色的泡泡，还有一张叫温柔水晶啊。好，我们还接来看一下啊，绿色的、黄色的、浅桃红、深桃红，还有这种花边的啊。咱们也不打开了，先直接上水再说。吸完水明天再处理啊。这缤纷的康乃馨还真是挺不错的，
指甲也长，可能很多他们自己种的，跟那些从市场收的那些农户的货不太一样啊。你得买高等级的啊，什么 D 级啊 C 级什么就别考虑了，基本上 AB 级的应该都是不错的啊。好了，康乃馨上完事啊，这康乃馨真的不错，就是要贵啊，现在确实还不错啊。咱们箱子里边东西就都上上水了，thank you.